有点喜宴什么一串。对对对，它就是添加了这个金色的马钮在这一个盘。OK， 三个色啊，黄色、蓝色，还有我身上的酒红色。它这个马这个纽扣是属于马纽的款式，然后是属于金色的。OK， 整件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的。OK，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。由上隐藏拉链啊，是在后面这个 part， 由上往下拉，左右两侧有口袋 ，OK， 是啊、面料是有弹性的，它的长度就是属于啊、在腻刚刚好 touch on knee， 它是摸出的那种 A line 这 shoot dress 这样子的那个长度，这样子的裁剪呢、啊，它不适合太长啊，就要这样子的长度，袖子呢就是属于这样子短袖的，前面这个 part 啊，它虽然是。它是属于 overlap 啊，可是它不会太低，比刚刚好，不会走光之类的，是不用怕、啊。拉链是由上往下拉在后面，前面它是摸出了了这个西装外套的那个款式这样子 ，OK。最 among 三个色里面最深的色就是这个深蓝色，所有这个马纽的纽扣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金色 ，OK。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先，就是这个款式 size 一样啊， M 肯定是没有问题。那么穿在我身上， M 肯定是还有空间呐、啊。上围 M 是到96，腰是到84，所以呢，这个款式穿在我身上拉伸肯定是有比较多的空间的。OK， 所以说你的 size 一样啊，三个色 M 都可以。那么三个色比较亮的颜色会是我身上的黄色。这个款式呢，就跟着你的自己幸运色来下单嘛，不推荐哪个颜色，就看你自己本身喜欢什么色，还是说你之后的 lucky color 会是什么色来这样子下单。那你说三个色要比较亮的话，就肯定是我身上的黄色哈。所以它其实说，如果黄色来讲啊，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以看到它这个的马纽啊，还有它捆这个的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边还是有带金色，加上这个马纽的款式一样是金色，所以说黄色基本上从镜头上看去，它就没有看到金色，对，比较金色的感觉。马纽方面它就没有什么看到，反而是蓝色就看到非常的明显哈。你看对了，款式蓝跟红会看到比较明显，黄色就看去比较啊近的颜色，比较 plain 的 ，OK。就好像一个same tone 的就是了，红跟黄会比较明显看到那个 different tone， OK。 有口袋啊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的。它这一个金色这个就好像一个大 ribbon 这样子的款式，它是 embroidery 这样子立体的、啊、车在外面啊，这一个是这样子立体，一样是有带了金色的边，马纽就肯定是金色的了。这个马纽是可以方形的，可以开的，可是你没有必要去开它 ，OK？ 因为毕竟它是拉链纽扣，拉链在后面由上往下啦。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 XL， 哎 XXL，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穿 M 是没有问题的 ，OK？ 三个色，最显瘦的颜色有我身上这个深蓝色，然后比较。新年比较适合新年的颜，其实应该说这两个色都很适合新年穿，黄跟红都很适合新年穿。然后比较端庄的颜色就有这个深蓝色，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穿 M 就好了。我是穿这 S， 助理穿黄了，我就不穿黄了，因为我们还有两个款呢、啊，黄、酒红，还有我身上的蓝，长度就刚刚好是 touch 到 me 那一边的长度，最大是去到 XXL，OK，、okay、没有，那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是短裤啊。